我依家真系越嚟越憎我啲推销电话。上个星期开始，嗰啲话买楼啊、卖铺啊、贷款啊、保险，一个都唔打来。我咪打翻电话问佢做咩，你点解骚扰我咯？佢哋竟然话：不好意思哈，先生，我们最近呢会先打给住在元丰的客户哈。系啊，自从元丰嗰三旧改造新闻一出，成个中山嗰啲人际关系都变晒啦，大到买楼买车，细到身边嗰啲朋友吓。都要关心晒冤空嗰啲人，世态炎凉，你哋就关心冤空村得噶啦，关汤村你哋唔关心噶啦。关汤村嘅朋友，人情冷暖唔紧要，你哋仲有我超人在度，患难见真情，我系你哋最忠实嘅石key朋友啊。喂，超人，如果千度啊知知咧，咪只得冤空咯。哎，你唔好劝我，号码不吃会偷草，何况我对我老婆系非常之专一嘅。哎，咁就得啦，听讲佢仲系单身啊。点介意啊？唔得，我同我老婆商量过，为咗我个女儿以后有好嘅生活，我两公婆小弟生活压力，我老婆临咗三十万，佢终于答应咗。吓、啊，就系边个女咧认我清道女友咧做契妈？不过我老婆后来又话唔系几好，因为佢有个前男友咧都喺元空村，佢话认契丫咧好过认契妈。但其实讲真啦，就算我一个千度喺冤空村，佢又好鍾意我，我都唔会稀罕佢啊，因为我最后叫咗千度分别喺麻山、南下同埋龙眼山。系咩？真系噶？咁唔系啦，哇！做人系应该脚踏实地噶，系啊。所以我一直都相信知识改变命运，依家我更加相信拆迁改变财运。我更加知道荣华富贵系要一步步咁落去追求。不过拆迁系话耐就耐咯，你哋唔好以为我好恨一夜暴富啊！边个叫我唔系富二代啊？四兄弟就系差人，系啊！我依家好羡慕嗰啲冤空啊、龙安山、南下、麻山嗰边嗰人啊！不过其实我系最等佢哋开心嗰个咯，吓、你唔好讲一夜发达，一夜脱贫都够好啦，系啊！你哋都系纯感啫啊！来啦，老弟，手头有高几百万，要买个新屋住得惯，揸翻部中档汽车仔，买得到小区贵车位，老婆大肚唔使跛鸡，独立产房唔为嫌贵 ，BB 出世血池中心，唔使老人喷薄挂心，疫苗带佢去香港打，有钱梗系用放心呀，幼儿园搵间好名牌，唔怕一入袋小学坏，父母唔使做出晚归，小初高佢配多仔，屋企生活唔成问题，高考唔使翻到甩废，仔女第四先嘅垃圾，唔担心佢住边一。老人导师生老病死，仲有够钱买块山地，夫妻两个提前退休，唔帮筹钱就落户，又落户又落户，又你话系唔系？有女人话以上高呢都系奢望，未必系噶。我哋老百姓依家想一夜暴富，其实嗰就系想法，好朴素吓，就系、是、有够钱，足够解决到依家日挨也挨都负担唔起嗰扎生活成本啫嘛。拆迁呢年有，明年到面家唔知，不过我哋都系保持好嘅心态，同埋保持身体健康。因为等多二三十年，可能会拆到你噶嘛。